行得通了。八月四号之后，只再掉一分，飞泽失分了。打到了三垒方向，刘娟碰了一下，结果这个球没有接起来。哇，这会被记上单场第二次的守备失误了。对，一度的让中英兄弟有得分的机会哦。这一棒，结果刘基宏将功折罪，接下了平飞球，再甩二垒 double play。哇，这个球真的跳得非常的高哦。真的是用尽全身的力量在跳，我们看一下慢动作。哇，接下来后很快的回传，哇，这一次换成王维成提早离垒了，一瞬间结束了中英兄弟的攻势，八局打完，比数是4-2，华晨宇领先。